my word, bitch, you know I can't do it.台下歌迷尖叫嗨翻，出道以来第一次以个人身份举办大型演唱会，行走贝洛蒙瘦子首度攻蛋。怪叫心口开合啊，反正有人信，限量鞋怪开合，什么价都有人定。上次股票怎么卖了，藏在家里的前进，等到再算差再成泡沫，全流进大河。帅气风衣亮相，瘦子展开一连三天的演唱会，从开场就让全场嗨翻。今天晚上。我有15000个字要唱，我希望你们帮我一起，可以吗？我会给你100%的我。瘦子演唱会斥资6600万，打造主舞台，充满太空科技感，让歌迷从视觉到听觉都很满足。街上等不少圈内好友纷纷到场支持，加油打气，瘦子成为准爸爸。王阳明也传授新手秘诀，后面说不定就是要多花一点时间在家里啊，多花一点时间陪陪小朋友，陪陪老婆，因为他现在大忙人嘛，所以，但是我就说你早一点安排好时间，对啊，这个最重要，因为老婆小孩子都需要他。瘦子在演唱会上突然宣布自己戒烟的好消息，刚升格为幸福人夫，魅力不减反增。 TVBN 新闻傅定华、吴居贤、苏佩宇 SNG 小组台北采访报道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